哎，美女。哎呦，咋回事啊？我的脚断了，哦，动不了，很痛。啊，轻轻放东西，我的脚。哎呀，麻烦大了，麻烦大了，怎么这人开车肯定这么松啊？哎呦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不来。哎扶着，扶着，扶着！哎呦，哎呦，你看，哎呦，这里肿起来了，肯定断骨头了啊！哎呦，哎呀，那怎么办啊？哎呦，怎么办？你送我去医院啊？怎么办？要不我送你回家吧？我为什么家？我家里一个人都没有，他们都去广东了，就我一个人在家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还没结婚，要是我嫁不出去，你就麻烦大了，你就负责到底。我跟你讲，哎呀，你家一个人都没有啊？我家没有人在家呀。哎，这样吧，我送你去医院去，到时候，哎呀，你送我去医院，我怎么办？到时候你不理我，我怎么办？哎呦，以后我嫁不出去，你就麻烦大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负责，你就死就这样了。我跟你说。哎、要不这样吧，我先送你去医院看着、然后如果伤到骨头了，你家里没人，哎呀，到时候我照顾你100天吧，伤筋动骨应该100天。100天要照顾得好为止哦，你想赖啊？我坐你的车出问题了，哦，你想不要负责任啊？哎呀，那行吧，那赶紧去医院。痛死我了，你快点。哎、慢点啊。啊，哎呦，来。啊接上去，哦，快点！哎呦，真的是，你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呐、哎！今天这人怎么开车？要说你有30年驾龄，你什么技术啊？快点呐、啊，冻死我了、哎！人家开车太快了、没办法，不是让他的话，我也不会摔到这里来。你肯定是看光看美女，快点，我冻死我了！好、哦，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坐好啊！到了，这就是我家了。啊，终于到了，怎么那么久啊？哎呀，我家虽然破一点，不过的话，哎呀，那个营养品的话，我平常是那么的，还是哎给得起的。我不管啊，不好我就不好，我是不会走的啊。哎呀，慢一点。你也真是的，怎么拿那么多行李啊？你打算住多久啊？住得好为止哦，不拿我不用换啊。哎，真的是。我不管，反正不好，我是不会走的。等一下，我结了行李吧。到时你还要给那个误工费什么费，你都要算清楚啊。哎呀，真的是，出门不干王力呀，真的是摊上这种事。我还倒霉嘞，你倒霉，你搞得我要是瘸了的话，我跟你说，我一定。我家人也不放过你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先说好哦，我家里的话，我一个人大男人照顾，有时候不是很到位的哦。我不管，反正你要把我照顾得好好的。哎，好吧，好吧，慢点，我开一下门。哎呀，来，哎呀，小燕啊，你看。都已经2个月了，我都拉茉莉之前剩的钱全部都用完了，买那个营养品。哎呀，你这个脚什么时候好啊？你以为不用啊？现在还痛啊？你以为啊？都已经2个多月了。2个多月，那伤到骨头哪有那么容易恢复的？不管，我今天还要吃那个土鸡。我那土鸡都已经杀完了，我叫邻居都寄了几个了。你不会再去买街上买一点吗？你看我这段时间要不拉摩的，我哪里有收入啊？我不管，你都要对我负责的。哎呀，真的是，我想办法去借点米吧。快点，我还要吃土鸡啊，今天晚上。好吧。我的脚好了。哎，小燕。哎，拜拜。哎呀，真的是，都已经3个多月了，100多天了，你那个脚恢复了没有啊？还没有哦。哎呀，还没有啊。嗯。我们村的那个土鸡都被你吃完了，还没好。那是有什么办法？他都不想好，怎么？
哎呀，他都不愿意好。我连我去年借的那个米都已经吃完了。哎呀，我已经习惯了吃你的饭了，你看他都不愿意好。真的好啊，还是假的没好啊？真的没好。你试试，应该可以的了。好像，是不是？好像哦。那可以了，你就回家吧。我不回去。我跟你说，我在你这里住的这3个月，我已经习惯咬你了。我不管，你看你煮的饭又好吃，菜又好吃，又把我养得肥腻腻的，都嫁不出去了。哪里嫁不出去呀？你这么漂亮，回去的话，相个亲随便都嫁出去呀。我不回，我觉得我已经喜欢你，你那么细心又善良，又细心又温柔又体贴。这么好的男人去哪里找啊？可是你现成的不要吗？可是你吃的太多了，每天杀一个鸡都不够你吃。哎呀，我好了，你看好了以后我就不用吃那么多了，我还可以帮你做点家务活，你就可以马上去拉拉磨地啊。你不是说没米了吗？真的是你这个老憨呐，连女朋友都不要了，你这个。哎呀，我不是，我老爸也催得紧。就是啊，真的是。昨天你还在听到你在这里接电话，你老爸催你找女朋友，像你这样子除了我谁跟你？那你确定跟我了？确定了，你还要像这段时间对我那么好哦。哎呀，好吧，大不了我一天拉客拉12个钟。我不喜欢你皱着那个眉头。嘿嘿，那行吧。就是的。真的是你又皱。那你吃少一点饭吗？吃少一点，我要我吃上了给你吃啊。我这个脚好了，要耕点田，不然的话真的没米啊，就麻烦了。那我再拿点手工活什么什么那些做，赚点钱补贴家用。那行吧，好吧。我跟你说，我还有点嫁妆，到时候我带过来。有嫁妆啊？有。早说有嫁妆嘛！你是看上嫁妆还是看上我？不是，我去拉客了，好吧。快点回来啊！啊，我在家里等你煮好饭。啊，那行吧。嗯，那。把那个涂的应该看着。哎呦一点事都没有。是啊，没事了。那你去煮饭吧。还有你不准命令我，你要对我好。还有一桌米煮啦，如果晚上不够了我拉客再买点回来。好，你去吧。好，去煮饭啊。好。